好，想一想你们的前途。我看不到我的前途，我要自己走的。狼来了，我爱小明，小明也爱我，我爱小明，小明也爱我。耶、yeah. 你那个邓紫棋的照片有看到吗？我有照片是来了吗？起立，老师好，早安，早安，午安，坐下。老师，怎么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上课而已？喊呢，老师，那个邓丽君、邓紫棋呢？高三还有无人爱。喊呢，怎么我们两个人来了？他们现在参加我们学校的学生交流计划，他们现在已经在别间学校上课了。叫我们呢？我们学校举办的学生交流计划只给好的学生，聪明的学生，你们这两个坏蛋没有在我们计划里面。不是不是不是。让我们欢迎 SMK Monster 中学校长学生到来。我有美女吗？美女吗？我有美女吗？老师你好，来进来快点，自我介绍一下。你们好。怎么没有女生啊？哦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谢谢。Jeffrey 校长专门从海外来到我们这乡下这个地方。不客气，是有一点远啊，毕竟要经过一条濒危大桥。切，冰城罢了吗？大三角也是冰城吗？no， 大三角也是冰城吗？大三角不是冰城，大三角是北海不是呗？什么东西讲我？我打我！不要跟这些没有教养的乡下人讲话吵架，浪费你们的时间。校长，你要我混你啊？请你尊重我的学生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请你们自我介绍。私はジョイスキー、イガシガタ。私はキレイですか？キレイじゃない。クソ。我叫 Jonathan Joseph Joseph， 塞达于印度尼西亚加卡扎。我叫杰森。杰森？什么杰森？他叫杰森啊，有什么问题？杰森？什么杰森？喂，杰森！喂，杰森！啊，杰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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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显谁不知道，我们将要讨论一个话题，你们长大后想要做什么？哎，不要玩了，去坐下，去坐下，杰森去坐下 please。 相信各位现在已经考完 SBM 了，是时候想一想你们的前途。我看不到我的前途。老师，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月球上。老师，我长大后想要参加青春有你。你长大后青春没有你了。我要做 YouTuber。 你要拍什么的？我要拍 prank。 我有不祥的预感。对不起老师， Jonathan Joseph Joestar， 过来一下。Oh yes sir。 是啊，什么事情？明天起你就不用来 SMK Monster 中学了。校长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被开除了。我不能够接受我的同学们拍 prank。 没有就我一起拍。Yeah, it's a prank。
到，我是认真的，明天你不用来哦。Jason， 你呢？我找不到自己的方向。哎 ，Jason， 不如我们一起拍 break 啊！不要不要找我拍了，我不要。Jeffrey 校长，你呢？其实我想结婚。校长，你喜欢谁？其实我。老师，我长大后要当网红。对 ，Suki， 那你要怎样成为网红？我不知道哦。你可以买 followers 啊，可是很贵啊。是咯，你们都不懂我家境多么的贫穷，我每个月啊都要供三间屋子、六辆车、九个卡巴，还一辆飞机车呢。Joy Suki 是个性格大，小芳。帮不了你多少，这是我们的小小心意。啊，不可以了，校长！我告诉过我自己，要靠自己的努力的，所以我就用你这一次的钱罢了。哎，看来得谢我没有钱付我们的巴士司机了。小明，到你了。老师，我的梦想是长大后想要成为一位牧羊者。带领一群的小妹妹哦，好特别，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不会喊狼来了。好，现在老师要去吃好给你了，现在把一些时间交给我们的校长 Jeffrey 校长，现在你们要好好的交流。好，再见。相信大家对彼此的认识已经很深了，现在到了我们最期待的环节 ，Talent Show！ 耶！校园的青春有你，我终于可以参加青春有你了。身为裁判的我，跟你讲规则，我会坐着背向大家。如果我喜欢你们的表演，我就会为你转身。有请我们的第一个选手刘德清。I wanna know 你信不信 ？You gotta know， 别怀疑你自己的腰力。We gotta know， we gotta show。哦，他转身了，他转身了。Yes， 啊，他又转回去了，他又转回去了。老师，你刚才不是为我转身吗？没有，老师是一时转太大力了。有请第二位参赛者 Jonathan Joseph Joestar。校长，我是不让你失望了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笑话。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？小白兔，不是咩？啊，终于知道了。你们可以用心一点表演嘛。你们当这里什么啊？Talent Show， 出去！有请下一个，有请下一位嘉宾 ，Joy Suki Higashigata。恭喜你晋级了。可是我想要跳舞。没爱。Soy un pasajero。下一位选手小明，这是我的猫，好可爱的猫，谢谢。有你晋级了猫。最后一名选手 Jason， 不要让我们失望。大家好，我是 Jason， 今天我要变一个魔术，你现在看得到，你现在看不到我，
先生，先生去哪里了？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忙，帮我们找先生。先生，怎样需要怎样找到呢？要找到他。先生，先生，别着急，要找到他，需要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 Master Bee 的频道。哎，记得按赞、关注、分享。对呀，帮我们找先生。对了 ，#魏先生， okay, 如果反应热烈的话， okay. 我们会做到一个影片。Yeah, yeah.